屏东人是深山发改重饶集体，当年五月屏东出入东都覆盖发出山，全世界许多部分依然是情感上向会控制不得，韩国也没满意是高管推翻改发挥三业许多动态的上向，屏东人政府出地片绕墙内让内改发挥合作上三小半发怒，韩国中发文心以来三校发展协会，韩国驻中小后举办该后三个老人政府穷下来合作，来期盼屏东人提三发挥每日高后万名后三个亲手来走发烧送阿妹的发通，希望陪来五月的母亲节来带动国内的发挥市场。按奖加个来翕相打卡，屏东县政府运用农粮署补助款，还有运用烟款，替县政府泰勒同南通泰勒的门口打出两撮花香，还有一只200公分按高的花蕊，有将民众降下来翕相打卡。15000朵康乃馨来做把它编撰而成哈，那传统而言是用康乃馨，那但是呢？这个屏东的花卉啊，屏东比较没有生产康乃馨，那我们推广屏东在地花卉。我通过老师的教学，把这些美丽的花束。微草都同农民天数突过疫情难关，透过苗路养盐教学，以及使用30万基的切法，本学生阿的学教自家做花束，送本阿妹做母亲节礼物。我们认为用这样，能够让在地的孩子的美学教育以外，也可以对我们防疫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既可以达到防疫，也可以达到振兴。屏东县中盘面案的400米叶片花香，用了20000蕊，包括文心兰、生玉兰、蝴蝶兰、黄梨花叶等20种花卉打造，希望透过花香的展现，向民众来送花。展期到5月18日，本民众来送花，翕相打卡。下个新闻，潘胜峰屏东报道。